哪，爱记起赞、搁起订阅、请刷介绍，和你所有的朋友哦。大家好，我是美食帅的芊芊。今天呢，看这两个锅子就知道有特别来宾来了，就是人称高平吴彦祖，没有错，是不是？那你们可以进来了，太快了吗？快点啦！哇哦！没有错，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就是高平，很爱演。哎呀，主角，大家好，我是牛排。我忍了哦。然后呢，因为之前一直有人说，就是我做的料理非常的就是 B 级美食，所以我们今天呢邀请了60,000多人团队的很爱演来我们频道，所以也特别准备了很多非常高级的食材。这样看你们看出来要做什么吗？哇，想必是一个高丽菜炒龙虾。今天呢要来做大阪烧佐高级深海800尺龙虾生跟顶级松露。哦，这个是松露，天啊！我们今天算是一个 PK， 我想要让你们知道，我是your mommy。今天我就让你们知道，我是your daddy。哦，想要让你们知道美食水水的厨艺怎么样，所以呢，今天我们要跟很爱演的其中一个人 PK 料理，你们谁厨艺比较好？我们60,000多人团队里面呢，我们昨天有检讨一下。嗯 ，OK。我们胡椒。胡椒吗？真的是烂的。那我们今天就由排负责。跟我们说料理的步骤是怎么样？对，我们对没有中文的，所以我们想必就是我们的牌应该是一个语文天才，是吧？对，日本的片子呢，其实我从很小就开始。那我们今天的裁判呢，就是场外的，就是他们60,000多人的团队的。对对对，现在外面很挤。OK， 你真的看得懂吗？小事啦，切好了啦，切好了。OK， 我们第二个呢就是搅拌，哎，搅拌也好了，我的天哪！哦，我们这里它有分中火，我们先开到200度，好 ，200，200，200度之后呢，我们将混合好的东西下去2公分，好，之后经过3分钟再放入我们的豚肉，其实应该那个油下太快了，我觉得它这个油不对了。我跟你讲，你们不懂，这个叫做厨艺的展现，展现的方面是。还不知道，对，还不知道。今天有处罚吗？今天有。哦，再深一点。芊芊看到我这么漂亮的形状，有感到压力了吗？哎，为什么我的长这样子啊？没有，我们不重视外表。哦，没有，我们重视外表，对，我们外表对味道没有什么要求。没有，没有。等一下评分是外面，可能欧文或什么之类。欧文，沙拉黑哟。好喽，来喽，我要放了，各位。快。三。太久了吗？太久了，太久了。哇哦！倩倩，看嘛，倩，不是我们在讲，倩，快！倩，你 OK 吗？倩，你要不要口号一下？其实你是在帮大家做。哦，嘿，啊！我一直以为你要把它丢到我脸上，你真的酷呀！哦，交叉！我的天哪！怎么了？没办法 ，OK 吧？啊！我猜你是不是吓到了？你会这样吗？你怎么不理我们？很漂亮，我天哪！天哪，看到荧幕中看得出来吧？看得太完美了。之前那是酱油蛋吗？我们龙虾给它放上来，龙虾我已经加热过了，各位。哎，你的酱油蛋不错。
肉的味道吗？有啊。哇，松露，哇哦，所以说我就直接跑喽。哇，芊芊在做一个鲨鱼，我的天！我的降龙。哦，好，看是一个鸡的声音。你会不会跑到自己的手？当上马赛克的时候就知道他跑到自己的手了，没有错。哦，好奢侈哦，天哪！那我的差不多结束了。你结束了是不是？我结束了。哦，芊芊还有加一个泡菜的一个感觉。芊芊，我是深海，我告诉你，深海跟泡菜怎么会搭在一起？啰嗦，你很啰嗦，我的天啊！真的，晋级评审，我在这边宣布，太夸张了，还没有做。哎，那个要跑用下来吧。评审不可以一直。哦哦哦，我在 hail you， hail you 什么东西？帮你啊。 hail 不是帮助吗？ hail 是地狱。帮助的英文怎么说？ help， hail， amazing， amazing。 哦，我在 amazing you， amazing， yeah yeah yeah。 好了，完成。哦，那我们现在两边都完成他们的料理，那我们请他们各自讲一下他们的菜名以及创作理念。好， OK， 我知道菜名呢叫做高频无厌女顶级特质奢华屌翻天轰天雷大招。哇，我听着就那个后置气死。那个后置，你们后置 OK 吧？那么我知道他的创作理念呢，我是以一个我厨艺经验二十年的资历呢，20年，五岁开始就煮菜，没有错，来全心全意烘焙这道料理。家暴非常的严重，一直说五岁就去煮饭，所以我相信芊芊也看到我这个料理的完整度跟一般人是不一样的，感受到了吧？感受到了。我这一道呢是讲求一个艺术那一种什么桀骜不驯啊，有点狂暴的那种冲突的野感，所以你们会觉得说他的长相有点特别。我这个角度看，他其实是一个爱心，然后中间还给你一个佛威，太硬太坚强了，太硬了，我都不想，我都想笑了。我这是中式韩式再混一点美式的感觉，然后呢，我这一道叫做佛威。就这样，前面讲这么多，我跟你讲，我们没有在比名称，我们是一个内在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就马上进入我们的比评。好，那第一位评审呢，就是有请我们高频的彭于晏。谁？我。看你要。其实先吃跟后吃是有差的哦，因为我们是做同样的料理，对，所以味道吃起来应该是第一个吃的人味道会比较惊艳。那我们就以一个比腕力的方式决定先吃谁。好。真的假的？不是猜拳吗？哦，真的吗？猜拳的方式，那就是我赢的，先吃赢的吗？先吃赢的。剪刀石头布。哎呀，就大爷。OK， 我哎呦，哦，你懂吃哦。哦，哦看起来没中间好像不是很熟啊。有熟吗？非常烫。哦，你要试试看吗？哇，很咸呐！我吃看，我吃看，南部人吃咸，相当美味。Delicious， 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大阪烧。接下来要吃我的，我跟你说，我这种吃法呢，你就是要大块一点点。哇哦！我下面还帮你放了酵母猪在下面，不像他，你看，只给你吃那个。哇哦，酵母猪哎，不会烫吗？不会。哦，你骗人哦，量就很大了。这很大吗？就是我比较好吃，咸度也非常的刚好。吃进去的时候，那个柴鱼的香味跟高丽菜的甜味，然后还有我那个大盘烧虾还放的没有很多，所以会让你觉得说咸度非常刚好。这里我要讲，通常慌张人呢，都会一直攻击别人。真正的大将之风呢，是不会讲反驳了太多东西的。OK， 你觉得如何？要有点烫。OK， 我刚才吃了两边的料理。好，他们各有各的风范。胡椒的呢，它属于高丽菜比较多的，芊芊这边属于蛋香味比较浓。那我这边呢，吃下来我绝对没有失心，我觉得胡椒的比较好吃。好呀，好呀，好呀，看起来的耶。那我们就现在请下一位评审进来帮我们品尝一下。你要先吃谁的？好，先吃你。好，我这个用的比较清淡一点，就是为了大家的健康着想。然后我还帮你弄了一块猪肉，酵母猪，那个油脂非常的丰厚。还不吃油的猪肉？你走开了。真的，真的。严重后悔。很好吃耶！哦，好吃，它
上面，我才知道谁比较厉害。哦，哇哇，你试试我。哦，既然是大阪烧该有的口感，酥，外酥内嫩，酥，外酥内嫩。我们是欧文是烧厨房专家，所以他一定我懂我这道菜的那种用意。如果两个都先吃完，我再说。哦，好。我觉得芊芊的赢。哦，真的假的？我觉得你的猪肉已经。老掉了哦，然后变成就是硬的状态哦。对，换我们外面的室友。牛排烧只会比较接近真的大海烧的。我们没有要这个，我们要整体。大海烧综合跟猪肉综合来说的话是最甜。哇！天，哎，干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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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哦，没有评审呀，干嘛？那我们谢谢评审。哎，我的真的很好吃，我觉得我的可以卖。哎，我没有吃，好，你还没吃到。我现在呢，就来吃一盘芊芊大阪烧。哦，我看到那个面，哎，口感我觉得太硬了。大阪烧应该中间是要非常软嫩的，而且外表不酥脆。我这感觉不对了，要回家。哇，它中间吃下去面粉会很重啊！你这有煮熟吗？有吗？湿湿的，对，很湿。哦，湿不好吗？哇，哎。面糊味，这句不会剪进去。我说芊芊面糊味太重，你的面糊味太重。因为它的高度很平啊，胡椒全部都是平的。哎，那是因为你没有放整份，好不好？怎么办？今天大家都在攻击你，我整份可以啊，这这些都不会剪进去。这样好吗 ？OK 啊，你可以喝。我们频道真的很随心啊，真的蛮好。那我们再可以脱衣服。假如今天你要搭讪一个男生，你跟他开头第一句你会想问要不要去打篮球？哦，欸，你知道很屌的招，因为男生都喜欢打篮球。对，知道很屌。那我从你们的芯片看到，好，有看到，也不是吗？问要不要打篮球？因为一般男生都会带着篮球，是谁？很多人都带篮球，对对对，他们腰上都会挂篮球跟手套，还有龙虾，索马帝王蟹。哦，快好了。哦，今天最后一口是招牌，都会拿用一直吃完。对，最后一口，能吃得下去吗？等一下我思考一下。吃完了，天啊！等我一下啊。等到三点吧。先睡一下，先睡一下。吃完了，经过非常非常激烈的一个对决，然后呢，我就稍稍的放水了一下，所以我们比数出来就是有只有些微的差距的平手，大部分其实都还是想投我啦。我在妮妮的眼神之中有看到说他其实想投我，但因为旁边的两位就是有牵一他，所以他就不敢投我了。好吧，没办法，我们肌肉太大，他吓到。我们今天出门带了很多 muscle， 你有听到吧？对，握力900磅，刚才差点把你的餐具弄坏。OK， 不会介意吧？不会不会。OK， 我们今天的比赛结果是平手，相信芊芊会想要复仇。对，我们在屏东等你，我们有60000多人的团队。可以，我等你。60000颗鸵鸟屁股。60000个人要试吃，希望你那天料理的时间有够。可以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，非常感谢大家看我的影片。然后同步同一个时间呢，很爱演那边也有上片，所以大家也可以去检举他们。哇，哇你一直想检举我们，我的天，疯狂攻击我们。可以去看他们那边的影片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，就先这样子了，拜拜。拜拜，拜拜，我们要讲吗？太突然，然后你们讲一下。好，拜拜。这给你。哦，拿出来，然后要敲它。是敲吗？敲吗？